这个物件叫酥炸杏鲍菇，一包500克，三个人加搞买起来，买一包什么季节要求好食，100克，100块人要吃无？酥炸杏鲍菇100块尔，
有人要吃杏鲍菇的无？啊，这要来啊，一包。一包，人要吃哦，这三包两一包。过来，这是一包一包。来，掏钱。啊，这干杯起来，我来。哦。你若爱吃，我咱来买干杯好无？啊，这面个。干杯，看人要吃啊。哦，大钱，我骗我。有人要吃干杯无？这干杯这大吗？这一包整个刷七啊五，七啊五加七啊五都要千五，唔免千五，唔免一千，先加钱来六百，上面一个干杯，有人要吃干杯无？你有白块？一包卖你三百块，你今仔先加钱，我存一包来六百，上面一个六百块干杯，上面吃干杯六百了，六百块，六百上面一个五百块了，干杯，我这世人无你拼啦，开五百块钱来啦，五百块啦，五百上面吃干杯五百块，五百块了，五百块了，阿姐。是啊，你五百瓦嘛，他咪贵好，你给五百瓦。好啦，阿姐，我开始啦。五百，你五百，好嘛？我看你开始做阿沙利啊，龙卷。我来先讲阿沙利。阿姐，今天真快啊，真快啊！好，我说先。干杯，我无你上个人个呀。好，我两票，阮这里面一路，我你两票外口包过。来。来者。来，你后边穿啥物？春家鱼片。恁敢有要食咸鸡吧？到昨下来无买到咸鸡吧？哎呀，你敢有要皮肉无？皮肉加一口，啊，这个嘛加一口，啊，你搁一口了嘛？到人要食白虾无？白虾有人要吃无？迄个白虾到人要吃，白虾要吃来五百了。我没有了，不要了。白虾到人要吃，你敢有看？我咧讲话当中，你敢有看？白虾到人要吃五百了，五百块到人要吃白虾。我来讲，两个人加搞买。你搞买五百，只要搁送你来五百，上面一个白，有人要吃白的无？只要搁你一个就好，我留啊。五百上面一个五百块，一个就好了，五百。五百上面吃白，你啊凊彩啊！五百块了啦，白上面一个五百了啦，白上面一个五百。我平时无爱做白啊，你是咧？啊，这边来哦。我平时无爱做。我惊一个咧。嘿。我不爱白去。好了，这四啊五百足咸的啊！我无你白安尼啊，来，这地点倒无事，我规盘拢去，五百块落来，五百块，五百了，五百块上面一个五百。来啊，这里来啊 ，OK 啊。啊，我讲错，我没看得见。猫在哪里？讲完去了，好未？你用一包一包去外先装啊，一包一包去外再装。那又看了够白。阿姊，我无要叫你买啊。一包柠檬刺胶水送我，你想，免钱，就咱食，这是包袂一包，请你。你阿个会记过来听嘞？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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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。你有哪要食乌鸡包的讲话吗？谢谢。哎，我今日咩事？一张号，咩事？一张号，咩事？哎，讲话物件，讲话物件无分啊。讲话要食两包了乌鸡包，一包鸡要我两包五包，两包了。有哪要食讲话的无？讲完够了，赶紧一百块就好了，美女，一百了。你吃不了，买一百块，我一日讲完一百块呢。一百块有人要吃无？啊！恁讲完拢无人要搞买啊？一百块尔呢？好啦，是飞机航票。哦。到两点，即摆几点啊？无？啊？十点五十分。十点五十分？收收下嘛，帮我行啦，花到即摆。哎，卖啊啦，卖啊啦，先换啦。好，我最后把飞机王换换了，真正卖先换，太晚了，真正太晚，我唔好别个再换。有人要食飞机王无？煮汤煮面煮火锅了，这一斤偌济钱？哎，起码八百啊！八百才多五斤，都要九百。我来讲，搁加一个台啊！我。这若讲五斤九百，几个飞机声呢？这一斤偌行情百五。啊，不要讲。哪只的？我拄百五了，百五加百五偌济？八百。两位人客，三百五包，要食飞机话，一句话两百块，了两百块。来，掏钱。阿姊买来啊，等下等下。阿姊今仔买遐济哩，阿姊这样送你两百块。来两下。这样我哩两百块，这个嘛买足济啊，这个哩两百块。我来收一个哦。给一包讲完了无？是啊。来，我做拢无送，我这个只爱送一个阿嫂哩个啦，送你。啊，大家拢公平，这个买一个就送，那个也送。我唔捌真好困啊，真好欢喜啊！两百块买来，搁一包。啊，这只系恁老板。搁要吃哦，泡面饭都老啊。小姐。谢谢。来家哦，你这喜欢。要收诶，我真正捌伫面条花到十点外十袂紧呢。有史以来上咸的，上旺的一天。
买手不接话，看行吗？高姐，来一块，加一盘，弄来先。这鲍鱼，这鲍鱼。要需要不一收？好啦，饲好看卖啊，真正平。哎，阿明，今仔是咧跳啊！来来来来来，我阿恁卖一个重点，我煞未记过有啥。拜拜啊！来，看有啥物拜拜？拜啥物？看有啥？最近看有啥物拜拜？你捌食过手工脆皮虾仁卷无？手工的哦，无解好食的。这手工脆皮虾仁卷哦，这正手工做，这一包蒸到煞，一条蒸到煞百皮，百皮加百皮三啊啦，遐个有睇无？两个人加食一只手工脆皮虾仁卷，卖互你开三百五百，先加钱的来。四个搞买落啊，那无呢？一条搁送你，正手工的哦，无甲你偷笑，等下一条搁哩，一条搁哩，唔免五百，唔免四百，四个落啊，两百落。手工脆皮虾仁卷两百块。不要啊！不要啊！不要啊！两百块。过来要食脆皮虾仁卷的无？两百块。这要求好食哦，正手工做，两百块尔。啊，这个。